图用不了，我们是专卡专用的，我们买单是人脸识别的。如果说他本人没来的话，就算你东西挑了，你也买不了单。那些是代购，给了他钱，他只是负责带你进去，但是你买不了单，你会白搭。就算我们这里看不出来人多，因为人多我们也有看不到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两双眼睛。但是你到收银台那里的话，识别得出来的，扫不进去。对对对。对，如果说你们要用的话，其实自己办一个会方便很多。这个非官方的这种渠道，乱象丛生是非常常见的，由于缺乏监管，同时这是一个其实一个灰色地带，它其实是在某种程度是在违反山姆自己本身的一些政策的。使用这样的这种服务的时候，它就会，你就应该，大家应该心里应该知道有这样的风险。对于香港现在的这个商家呢，他如果想寻求转型的，他一定要找到某些特点大陆商家是没有的。比如说你可以香港的商家自然是最了解香港消费者的，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，然后呢你的产品呢很有可能你是可以适合香港的消费者的这个 taste， 就是你的这个偏好，同时也适合香港市场的。那这时候呢，比如说像很多商家他可以尝试从大陆去选品选过来，由于大陆是现在最大的我们说的商品制造这个基地，那你可以把选品选过来，有一些就创造一些有香港特色的产品。